爬圆壳鲍鱼。爬圆壳鲍鱼是青岛的厨师创制的一道鲁菜佳肴。做这道菜的原料是圆壳鲜鲍鱼、料酒、冬笋、精盐。油、火腿、清汤。味精、湿淀粉、葱、姜米。油菜心儿。做这道菜，首先把带壳的鲜鲍鱼用开水煮熟，然后捞出，把火腿改切成梳子花刀，将鲜鲍鱼从壳内取出，切成薄片，将冬笋切成薄片待用。将鲍鱼火腿片码入碗中，加入精盐、味精、料酒、清汤，然后上蒸笼蒸10分钟左右，取出，鲍鱼的汤汁倒入碗内待用。炒锅内加底油，放油菜炒熟，倒入盘中待用。炒锅内加底油，放入清汤，
放入味精，葱姜末，放盐，烹入料酒，用湿淀粉勾芡，然后将蒸好的鲍鱼扣在盘内，把油菜码入四周，将调好的芡汁儿在火上烧开，淋入明油，浇在鲍鱼上面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这道菜的特点是造型别致，肉质鲜嫩，滋味鲜美，咸鲜，红白渐香绿。